张教练，刚才你也说了，你最大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健身的快乐。那我们的产品呢，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。这么说吧，我们星域科技呢是一家自主创业公司，我们希望把现在现有的一款医疗功能性设备拓展到健身领域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两个呢也不是专业的健身人士，所以想请你这样资深的专业教练来给我们一些建议。这样吧，思义，分账款。